导师席上原本最伶牙俐齿的哈林老师，在小哥费玉清面前也自谦起来。那我想说，今天我们就有小哥在，我们就来点轻松的感觉。小巫见大巫，老咖见老咖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那我们的助阵导师小哥，嘿，要不要整一下领带？我也巧了，他们的声音像弹簧一样，用这样来形容。哇，弹起来的时候，各种技巧也通在里头，花样跳跃。哇，这个英文的底子，加上这个对于这怀旧风的歌，他们处理的那个跟我们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太中规中矩了，有点硬邦邦的。而且好两位好都受你影响，也唱歌都往上看。我特别好奇，就是杰伦是不是也受到就是像费玉清老师的影响？小哥应该算是第一代中国风。中国风当然呢，我当然有受小哥的影响啊，中国风的始祖对我来说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中国风呢始祖，没错没错没错嘛，对嘛，这边是发出一点奇怪的声音，我就害怕了。对啊，好像你讲话有多不清楚。对啊，我很清楚很清楚。我在当年这没有什么自己作品的时候，我出去演出还唱南屏晚钟。对，唱的超级难听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想要走传统的，可是唱不出那味，就唱不出那个你知道，有的时候他们那个中国风的韵味很重要。 对韵味，所以有时候互相会交流。像我演唱会有时候都唱了各位的歌，像你的歌我就打不到。这不能唱，汪峰的歌不能唱。我要飞得更高，我就没办法。像娜姐的我还可以。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明，梦中变真。小哥，你刚刚唱的是我要飞得更高吗？前面那句就上不去。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花了半天，那个导师啊，还有一代宗师。到底你们对学员怎么样？没有，刚刚只有唱了两位哈林哥的《老师的情歌》，永远都退流行啊，不是退流行啊，是会流行哦，不是退流行哦，不是退流行，会流行。听到那个喂，蓝调音阶，哎呦，人家不是只会中国风的，掌声鼓励，掌声。雨田和善良的被周杰伦老师给改编之后，又加上我们从小就听的这个费玉清老师的歌，就是他你们两个人今天从小就听，很难得从你嘴里讲出来哈。对，因为他比我大这么多，终于资深。你会不会讲话啊？你那都可以都可以。善良怎么接招？怎么办？最有趣的一点是他一换到南屏晚钟，他那个听完钟，就好像一个稍微胖一点的费玉清上场。对，最后还来了个像口气一样。对呀，啊，请我们的助阵导师。哎呦，哇，助阵导师还有带草稿的，哎，带小稿。因为这个真的这不是草稿，这是有多厚啊？这不是草稿，还好。等一下，我先解释一下，他这个小哥不是在念台词啊。这是昨天彩排的时候他记下来的一些优缺点，这我亲眼看到，他昨天自己写的，所以我们先给他一点掌声。哎，不然对对对，是个低调组合，这首歌有韵律感，有现代感，而且你们和音也超准的。那么思佳呢，我听你唱歌啊，有一种好像看到那个奥运里面的花式滑冰啊，他的技巧在里面，哇，可以像悬空四个转，哇，安全着地，哇，哎呀，花式滑冰，对，花滑，哎，敏捷哈，他唱这个歌的时候，这个比较投入那个词，但还是这个歌本身就有那个词曲的情绪，还是对我们这种熟男听起来哈，那种都会情歌里的那种，懂了，尤其是那编曲也厉害，那个。女人在唱的时候，她突然，当当，那一秒大家都停住了。嘟嘟嘟，女人独有的天分，越秀跟进来。掌声鼓励一下，这个是。这是以前我们以前的歌曲绝不会这样处理。
伦巴就伦巴，汤狗就汤狗，伦巴就是伦巴啊。那现在不一样，像砰啊一下停住，哎，怎么搞？是我唱机坏了？咚咚咚，我又下去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高潮又起来，怎么突然停住了？对不对？哎，对的，这个是个熟悉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歌曲，对，经典的歌曲，他注入他个人的一些新的元素下去啊，嗯，摆得恰到好处。那我会稍微偏正多一点点，哎，偏敏捷多一点。哦，小哥会不会觉得彩排的时候都没有这么震撼？像这个俊杰啊，你唱这个音乐，哦，这种节奏感怎么那么舒服？这我的歌曲，谢谢。哦哦哦，哎呀呀，没有，哇塞，真的又很难选的，一位是艺高人胆大，唱得好还可以撩头发，他那一撩。那一撩那个眼神，这边不，这边马上就叫起来，感觉那个电就放出来了。那他中规中矩的唱，那个今天选的歌也很棒，让大家好放松啊。哇，欣赏的是，不，小哥，你刚刚一坐，怎么有点按摩椅的感觉？哎呦，所以这个就妙了。而且你还有未来的这个将来要跟他们 PK 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这个，你看啊，哪一个更能够使你变成助力？怎么会是我看？这奇怪，你们两个干嘛问来问去的？他在问你，问我的话，问我的话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联系爱情的情感，俊杰吧。表演比赛前一晚，周杰伦与费玉清特意为学员们现场教唱。第一次来到新歌声的现场，第一次听到周杰伦战队成员的演唱，费玉清震惊的有些合不拢嘴。我匆匆的走入森林中。大哥，觉得怎么样？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完美了。哇塞，这是他们换个位置。上去了哇，真是一杆就上了梁山。是做笔记的。啊，代表功力不太够，现在这个新一代太厉害，觉得怎么样？真的是音乐的响宴啊！哦，没有想到他们唱这么好啊！哦，你也蛮厉害的，好多东西让我们带来一个崭新的一种风貌。不要让哈林哥知道哦，他在厕所。小哥，听说昨天整个排完你才进入状况，回去整个人都。还在蒙住了，一直在想，天哪！刚才那个杀手群集啊，今天来啊，受你们的邀约，我真的在你们的节目中啊，这么精致的节目，也算要上一课，准备迎接你带给我们的欢乐感。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哎呀，哪里是？每次有你在那个现场的时候，哇，简直！我那不一样，我那个乱嗨，你这是高级幽默。不，他那个低级嗨咖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哎，两位好，两位好，你好，老师老见，哎呀，要拥抱一下子，哎呀，你好，前辈绝对是我们前辈，我们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，您千万别老，真的，你想想，你这个所有的那些歌，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一直听，其实好多年轻人不明白，这才是最早的网红。有，这个杰伦在操兵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，天哪，真的无懈可击，而且发现我那个年代的唱法真的是有一点过时了。哎，我没讲，你讲。我故意的，不是那个套路很多，就是这样。第一次在内地的节目，是，对，头一回 first time， 对，献给了这个新歌声。对，其他的导师他们有助阵导师嘛，我想说我一定要选一个最强的，最大家意想不到的。对，就这么确评中选。哎呀，我还是蛮期待这个在节目上小哥可以讲出很多经典的笑话。对，这个笑话不能太重，又不能太轻。我已经为大家竖起了雷达，上去搜寻了，网页一直翻了。啊，我是不会吝啬的，只要有适合的话，一定会跟大家分享。对，我觉得小哥蛮像我们现在流行叫网红啊，网红。对，你可能就是那个年代的网红。这是个颤音啊。你的黄片啊，身上这黄片，什么毛片？哎，黄片，黄片，黄片，弹簧的黄啊。那个中间还有念那个 rap 啊，对 ，rap 还 rap 啊 ，rap 啊，rap， 可能是那个欢快，欢快感，欢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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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，欢快感。
哎呀，这位助阵导师的确让周杰伦战队的五强之夜充满了欢乐的回忆，而下一周又将有一位导师。你现在越来越像费玉清了，我觉得费玉清实在是太好笑了，那个人，尤其他长那个样子，然后每次自己讲完还会，对对，妈超好，超好。别人模仿我的时候，我是很不开心。我觉得我唱歌会这样吗？不可能。我已经不再是那枯萎的花朵。还真是这样啊。I'm gonna get it.